我家昨天上的市，今天就以很不错的价格成交了。你好，我是十里洋场米笑。两个月看了100多套房子，却一见钟情我家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吗？好，今天我来给你解密。我家除了有不错的房型，还有很好的维护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我女主人的 taste。 很多人对上海女人有偏见，认为我们特精明爱作，其实刻苦耐劳才是我们的美德，精打细算，能够花少钱过上精致的生活，那可是我们的品味。自己干不了的请专业的装修队，其他的能干的能省则省，里里外外什么都干。来帮忙的上海朋友称赞说，其实真正的上海女人就是像我这样的。我身边的好多上海好朋友都和我一样热爱生活，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我们还特别懂得享受生活，平时把自己打扮美美的，约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，这就是我们上海女人。懂生活爱享受的我，经营的家怎么会不被人喜爱呢？好，下次介绍我的家居装饰，感谢您的收看。